我哋第一句嘅話咧係未講咗呢個乜嘢，安陽卡西歐嚟嘅，卡西歐，卡西歐，安陽卡西歐你好嚟噶嘛？安陽卡西歐，卡西歐你走啊？卡西歐，哦，係啦，卡西歐 ，OK。咁仲有一個嘅話咧，就係安陽卡西歐，安陽卡西歐，卡西歐再，卡西歐再留低，就係請留步。我哋最後一日噶啦嚇，我哋睇下我哋嘅呢個出邊嘅呢個韓文字啊 ，OK。因為嘅話咧，琴日咧我唔記得咗邊個啦，喺河邊咧傳咗一把聲，就話呢個韓文字咧好奇怪啊。我哋个韩文字咧好简单啦，呢个咧就系世宗大王嚟噶 ，OK？ 我哋各位咧唔中意佢嘅，我哋各位一定唔中意佢嘅，点解咧？因为咧佢仲系边，佢仲系做咗咩事啊？佢仲系招人咧发明咗韩文字嘅人嚟噶。韩字咧净系边啲人咧睇得明啊？读过书嘅人，所以嘅话咧呢、这个世宗大王嘅话咧，首先嘅话改做乜嘢啊？你哋一般人咧都要读书。哇！終於嚟到山 center 啦，我哋睇魚。哇！呢條話喐都唔喐喎，都唔知係真定假嘅。啊！喐啦！喐啦！喐啦！喐！假話飛走你。假话要飞走了，假话，不是真的。假话，真假。我头散晒，走翻出嚟，好开心，砌嘢玩喎、啊，好劲啊！嚟，你又去玩啦、啊，精神时光屋啊，揿掣啊！诶，冇擦冇擦，吹吹头噶啦。点啊？佢教你砌嘢啊？咦，唔系喎 ，VR 砌嘢喎 ，AR 砌嘢喎。声波。The waveform， 地震，一级地震，模拟地震，哦，你砌唔切噶啦吓，快啲啊，系啦。有咩睇？哦，哎呦，佢影翻我只眼，做咩？搞咩啫？呢个系你嚟噶，完全唔系你个样嚟噶喂，长大咗喎。试嚟拣佢。你用咩？用 Google 程式嚟啊？咁叻啊！哎呀，你们真厉害，我从来都背不到这些的，咁犀利！哇，你咩都跌晒喎，快得滞啊，我追唔到啊！三二一。十六，然而能听到就是，20到2万，知道，你听不到的这个，听不到的，哦，13000，已经听不到了，你听得到？
我听不到。枪枪哥。哇。啊啊啊、所以我同阿井 Sir 溝通啊嘅時候，我都話嗰啲教學上嘅嘢我唔識嘅，你哋安排，你哋清楚話俾我聽個要求，咁我只能夠喺旅遊嗰個範疇裏面盡量去配合。好好啊，你做得好。看着一遍。走啊！姐又放飞机。吃饭啦，吃饭啦，好快要去机场啦，大家十二点半要完啦。都冇人揸车，冇人，一个人旅行就要靠夜车。哇，好吃好吃，终于送两包俾我哋添，真系好人，系咪？跟住呢个系士多啤梨，一间有个香蕉，系咪？啊，想饮嘢叫声我爸啦。我爸。我爸。